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公司中道新闻》。今日是新历十月一号，古历九月二十，我是张志雄，先来看卖今日重要消息。俄罗斯客家联盟航空班机三十一号在埃及来失事，飞机顶224人全部罹难，失事原因搁在调查当中。台湾今日温度维持在25度到30度之间，不过明仔因为台北季风来增强，北部一透早上低可能降到19度。台南县太原国中有老师带着学生昨去露营，20名的师生是失去联络。新闻一开始，现在关心的是国际消息，在俄罗斯的科加雷姆航空班机昨在埃及的西奈半岛的失事，飞机顶224人全部罹难，飞机顶两个蚵仔已经吹掉了。埃及当地的伊斯兰国有关系武装团体是表示这是因做的，不过该是进攻应该是无武器，会当甲三万英尺高的飞这飞机来拍落来。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即马几啊间的航空公司拢宣布要暂停飞向西奈半岛的航班。原本是来接机，无想到讲接到的是坏消息。目前失事班机罹难者的尸体是慢慢的送到开罗，两个乌鸦也已经找到。在西奈半岛失事现场，搜救工作依然继续在进行。这台自埃及度假胜地锡赫港要飞往俄国的圣彼得堡的空中巴士 A321-200 班机，起飞23分钟了，就如雷达顶头消息，尾仔证实是降在了哈桑那山区，机顶224人，包括25名儿童，无一个活来。机顶除了5名外国人，其他大部分拢是俄罗斯的公民。这是埃及航空史上死亡人数上最一场空难，也是空中巴士 A320 系列历年来上严重的空难。أسباب فنية وعلى فريق البحث أن يؤكد ذلك أو ينفي ويقول إذا كانت هناك أسباب أخرى. 虽然西奈半岛机场组织讲这台飞机是因拍落，但国专家认为，伊迄当阵航班300英尺的飞行高度可能性是无高，但不为着安全起见。德国的汉莎、法航、一个阿酋航空已经决定暂时停飞这条航线，等待失事原因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那是忽然消息，拜喜汤机场有一架这些东瀛航空要飞向中国太原的飞行机疑似在起飞的时阵，这人啊是来甲炮刀面顶有规地干嘛过来更起来，来拍掉飞行机后壁机室。这机场当场是无发现有啥物状况，不过等到降落被国飞转来台湾的时阵，这地勤人员是发现讲这机室是损害了，无适合来飞行，是马上来紧急维修，嘛调到其他飞行机来支援。不过正造成东瀛所有的班表是来大乱，损失是超过正千万。去年正式完成今年三个站客运的同机场南跑道，团组讲敢那是施工品质无好。而到顶礼拜时，东瀛航空一台要飞代表台湾的班机，在起飞时阵，人啊唔知是撞到什么物件，去拍到飞机倒后边的水平安定剂的尖锐，造成机的受损。一间一小部分的一间啊，有些被碎石啊，有砸伤，有受损啊。因为它是在中国大陆太原机场降落时发现，所以说飞行过程是在哪个阶段啊受到损坏的话啊，要经过飞行安全单位啊来仔细的调查，调查以后才能确定责任归属。独家起飞，每例的事故就受损。这台东瀛飞往太原的班机是 B1621 A321-200，一直到飞到目的地的时阵，才发现事故受损。好佳哉无造成飞安的意外，因为紧急维修，这台班机因此延误了10点半钟，造成159名乘客行程延误。佮再加上临时调动班机，后周的13航班，高达2000人的行程受到影响，估计损失是上千万。长航公司站在一个航空公司的一个立场，希望是说是桃园机场呢，能够维护它的机场的跑道的安全啊。不要再发生，然后这个飞机呢在起飞降落的时候有受到任何的损伤的情形。东瀛表示将会向投机公司要求赔偿，同时也希望交通部跟民航局正视投机跑道飞安问题。
所以土耳其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稿，表示遗憾，严格强调一切责任的归属，也会等待民航局立案调查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今日温度是维持在25度到30度之间，不过明仔因为这东北季风是增强，北部一透早上低可能降到19度。受到东北风影响，台湾各地透早温度普遍偏低，日时了后北部会当达到25至28度，中南部的高温会当达到30度，不过日夜温差大，早起北部甲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尤其是华东的雨势较大，中大过了后中南部较会出现阵雨，其中在中部以北东半部都有机会出现一些短暂阵雨，那在花莲、台东、绿岛、兰屿雨势也比较大，提醒大家到当地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那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也有机会出现一些局部阵雨，尤其到山区活动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气象局表示，明仔东北风会再度增强，中南部的气温变化不大，要不过北部会阁降2至3度，透早也是会降到19度，提醒民众要穿较少的。清晨夜晚的低温大约是19到20度，中南部大约是20到21度，因此早晚比较偏凉，提醒大家外出要多注意天气的变化。气象局强调，拜日开始，西半部开始回暖，等到侪分到好天的天气。也毋过，东半部拜日拜三的水气偏低，也是有局部性的降雨。拜四了后，全台天气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太原国中有20名这老师甲学生，暂时去山内底露营，不过因为落大雨来失去联络。经消息派人来搜救，不过拄到这溪水，实在水中无到来过河找人，就随同这救援的学生家长真烦恼。哪一个家长不担心？从昨天开始下雨了，我们现在都过不了了，小孩子怎么下来？基本上老师知道天气状况，他应该昨天就要下山了，不是吗？怎么会等到那个河水暴涨的时候呢？现在台东东河七里溪也是在落大雨，并且溪水是真急，这救援行动是受到影响。现在3名乡导、3名老师以及14名学生，总共20人，现在是失联当中。另外，昨天宜兰毛家伙啊，3人是驶着吉普车去山内底溪边来佚佗，不过嘛是拄到这溪水水中，这吉普车是受困在溪水内底，最后叫救援人员用绳啊，甲2个大人、1个囡仔，3人全部安全救出。拖拉溪流带着土沙一直冲洗，中央也有一台吉普啊吊伫溪床，无法度振动。内底有一对翁仔某，加一个4岁10个囡仔。救援人员赶紧绑好绳啊，帮助因一个脱困。因为小朋友年纪尚细汉，消防人员是哎呀，不是抱也不是。在渡溪过程中有淡薄食到水，真正是真惊险。囡仔的面拢是惊吓。刷落来，妈妈把护手啊也顺利脱困。最后一位渡客是爸爸，好佳哉，三人拢平安，无生命危险。在我们到的时候是三个父母，然后还有一个小孩，然后都受困在吉普车里面，然后我们用藤渡把他救出来。事发地点就在宜兰大同乡的清水地热区，一家伙原本欢欢喜喜为台北开车来露营，却想不到溪水暴涨，车被冲离便道，差点嘛发生意外。脱困了后，也弄个真惊吓。好佳哉，同齐去的朋友赶紧报警，才无发生危险的代志。昨天是来这边度假，是不是？没有啦，煮寿司啊，看那个煮蛋池而已。去看一摆这惊吓的画面，小朋友差一点仔饮食，也提醒大家出去佚佗，真正要注意安全，避免类似的意外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机场接运 A7 海运主体也未来交出报告，移民署是查到非法雇佣10名都要外劳来负责工地清洁工作，将移民署派来调查，这阿边敢有非法集团的涉案。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接到通报，在桃园古山的桃园机场接运 A7 合意主体工地有大批符合外劳在这工作。12月19日，会同桃园市宪兵队甲桃园市政府的劳动局人员，当场是查到有10名非法工作的多一外劳，并且工地业主都甲因安排住伫工地内底。现场卖咱看到亲像电锅、等等的家电用品。虽然这些房子都没有交屋，但是现在这些外劳都已经住在某一个楼层里面，这些外劳都是在地上打地铺，然后甚至把帐篷都拿出来住，都没有床，只有简单的电器，还有简单的家具。
移民署调查了，发现这外劳是负责主建部甲公共设施的清洁工作。伫调查，敢有集团伫背后安排这多余外劳非法工作？全案本队会依照就业服务法来侦办，然后后续再去追查是否有其他的非法集团涉案。移民署表示，除了依照就业服务法来调查这外劳，嘛依法来处罚，并且遣返回去因自己的国家。记者张淑芬、陈宝如、张志雄、陶文报道。台北市政府拍算要把这西门町部分的时间列作禁烟区。这台北市长官提供啊，虽然这要抓人是不好抓，不过为了健康，并且吃荤是无好处，所以伊是希望禁烟来当做是全面的运动。有吃荤的民众，未来若是伫西门町吃荤，要注意，有可能会收到一张10,000块的罚单，因为台北市政府拍算把西门町列作全面禁烟的区域。它是一个文明的象征嘛，然后对环境各方面都挺好的，这样子也各世界各地的旅游客都会比较去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嘛。有时候会觉得麻烦，但是就像我们在室内也是没办法抽烟的，但是我觉得越控管越多，也可以让吸烟者抽的烟比较少。西门町人这么多，还在有观光客，附近有一些店面走来说的影响生意，多少会，对，抽烟的人大部分都是在外面，里面的我们不会让他抽烟。对，台北市长郭文铁说，确实有困难度，但不过吃荤对身体完全无好处，站在医生的立场，也为着市民的健康，禁荤是应该当作全民运动来推行。做医生的立场哦，还有人就说是喝少量的红酒对身体有好处，可是在医学上那烟完全没有说少量有好处，抽一根烟就是抽的越多破坏越多了，完全没有好处。台北市卫生局将计划在咧西门町上宽可如选部分的时段，正就是每天暗时6点到透早2点实施全面禁烟。做个点虽然好，也不过有人认为讲安尼先做是对吃烟的人无公平，应该要有配套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新社的火海为11月7日开始为期一个月，今年的火海有将近30公顷，主办单位估计有280万以上的民众会来参观。这片火海让人看到心凉鼻头开，已经进入第10年的新社火海已经成为大家秋天旅游的第一选择。农委会表示，今年火海景观区差不多是30公顷，分为景观绿肥区和种植花草区。甲以前无同的是，在种植花草区的展区当中，会运用各种色泽的花草来做组合和配置，让民众会当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我们除了百日草，现在今年比较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还会有清香，还有彩叶稻，还有彩叶的彩色的小米，在我们的展场里面来展示。今年新社会海除了继续结合台中国际花摊节以外，也增加由台中、彰化、南投三个县市联合举办的中台湾农业博览会，呈现在地农业、农特产品和休闲农业多元风貌。其实看了花海以后，台中风景在那边有几个农村社区也可以去参观一下，因为到农村社区去的话看的又不一样了。我们实际上农会农有很好的台湾休闲区哦，地图就针对客家的各种的像文化啦，各种的客家村啦，像周边的。去年新社会海活动总共吸引了270万人次参观，带动17.9亿的休闲旅游商机。今年规模又更加大，主办单位预估相关的经济产值会继续成长。同时，呼吁想要消费民众爱分配去，并且多加利用专车车。记者综合报道。也是新北市长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今日来到新北市，伊的地盘来跟立委参选人做伙来造势。不过原本在立法院的王金平嘛，要来参加是临时来取消行程。外界是来传讲，即讲是讲国民党无来表态，要改立委，即不分区立委第一名有关系的。朱立伦对此是表示，未来王金平是国民党的国会龙头，只不爱尊重制度。登高新北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甲党籍立委参选人共同主持。行政院长毛志国台中安排台诺聊聊天，全部拢出席。
拿下中央地方大团结，严格立法院长王金平山临时取消行程。外团时间朱立伦也无表态，是不是要和王金平列席休息无分区有关系？大家都有共识了，王院长应该也很清楚了。那只是说我们在制度上还是要尊重一下提名审议委员会。那大家的意向都已经非常清楚，我相信院长是未来我们的国会的国民党推出来的龙头，他一定会来帮我们这些所有委员来辅选。自王金平了，第一遍港台做事破局，王金平以无名分去扩散为理由，连续临时注销真侪立委的扩散行程。朱王吉平是不是出现变化？国民党立委也赶紧出来解释。朱主席已经有明确的暗示嘛，那既然有这个心意，不妨呢，会被插的插进前，早一点表态，早一点呢凝聚共识。国民党一方面为王金平解脱，修改无分区提名办法，又搁强调国会改革就要议事效率化、协商透明化、加市场中立化这三大目标。只有国家王金平所认为的国会效率不好，无必要协商有冲突。朱王要如何结盟，团结赢得胜算，这也是朱立伦的一大困难。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今日是伫中部来拜票，他则是来到彰化市来为这立委参选人徛台。不过对着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先讲，在民进党执政的时阵，对着农渔会真无优先，也是民进党执政会来影响到农产品销往中国。蔡英文是讲，在国民党是提不出具体的政策，搁来拍这恐吓牌，是恐惊会让台湾人民失望了。在选举的期间，拿不出政绩，也拿不出对台湾的经济产业的完整而且积极的规划哦，还是继续持用的他们一贯的恐吓牌哦，我觉得台湾人会觉得蛮失望的了哈。所以嘛，认为这国民党啊是到选举的时阵，都要用海，啊是要用国家机器来做伊的选举布置。伊认为讲，这国民党应该家己来想看卖有啥物具体政策来增加台湾农产品的竞争力。另外，对着我个认为，朱立伦参选了，把台湾国民党立委席次可能来增加。蔡文是表示，像民进党选情嘛算稳定，并且把台湾一向都是立委席次的关键。民进党是希望咱全力来拼看卖，这竞选策略袂因为这国民党来换人选总统，都来改变。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在昨晚呢，是在高雄成立着竞选总部，现场高千多名支持者来收听。宋楚瑜在随顺表示，选在武昌路来举行，来成立着这竞选总部，都是武昌起义。不过，毛不了来指出，也是宋楚瑜换做这不分区立委，会当来冲冠亲民党的进党票。宋楚瑜今日是讲，这是乌白讲的。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下载第一届来坐高雄轻轨，看起来气势袂歹的伊，因杜明将甲伊拍招呼，伊嘛立即回应。心情这么好，应该是前一天暗时竞选总部成立，现场有5000多名支持者到现场来收听。少主，斗善，少主，斗善。他们不能够来满足人民的期许的话，人民会揭竿而起，对不对啊？对，这不就是在武昌路的意义吗？宋楚瑜把竞选总部选在武昌路，比作是武昌起义。不过宋楚瑜的民调无见起色，和亲民党的立委选情嘛连续受到影响。有无聊认为宋楚瑜来当来选无分区的立委，会当冲冠亲民党的进党票？我参选总统还可以去做立法委员吗？这叫做四个字：胡说八道啊！那闭了眼睛在瞎说。宋楚瑜坚持总统要选到底，就像伊四界拜访朋友的行程同款，未改变。记者郭彩燕、柯进准高雄报道。南投溪里乡的头社国校只有29名学生，虽然是小学校，不过学校的老师是四界来争取资源，也希望透过科技来为着学生争取到平等的教育。礼拜三下晡全校要上课，南投投社国小的营养午餐真简单，白米酸辣汤，囡仔食甲真满足。餐厅内底六张椅桌啊，一个老师佫陪着，两位甲六位的学生，感觉就亲像一家伙啊。食饱休困，那全校29名学生要伫咧，原来是放学啊，囡仔无所在通去，学校就留落来耍社团到5点。
准备参加馆内直笛比赛，囡仔练甲真认真，阿亮校长也真欢喜，因为社团经费拢是伊甲老师拍拼向附近的公庙所募款的。透过这样的资源的争取，让小孩子可以获得更多学习的机会。当下在山区却无在镇内底，离市区一点钟的车程。校长柯秋讲，这种典型无山无市的学校，争取经费和资源相对不利。三年前，伊开始跟老师写计划去比赛，提奖金改善教学设备。小朋友上课了，带绘本，笔、橡皮擦，到图书室。哎，这个 iPad 好好拿哦，腰摔到了。这节国语课，囡仔练习诵读广告词，看完绘本写大纲，每一个人看到平板荧幕，一面抓走找相片，插图片，因为可以看自己喜欢照什么照片，就可以放上去。点开免费的 APP 软体，打相片，最后当然是来个录音。今天青蛙妈妈带皮皮去看医生，医生说皮皮只是肚子有一些臭气。录音讲话都会结巴，会很紧张。传统教学可能就是纸笔测验，那他可能很会写，可是他比较少说话的机会。那透过录音，那录音的好处就是他不用上台，因为他上台就会紧张。可是他拿着载具，他这样录，他就比较可以比较自然、比较大方的把它讲出来。肚子变得很大又很难受，皮皮早上出门。两年这几个囡仔上了三年安尼课，口头表达、运用资讯科技的能力进步，也透过网络给一挂文化刺激。我们与其说不做，倒不如说把这个东西慢慢带进来。那小朋友有多少，他就学多少嘛。如果说我们有同样的设备，我们也做到了跟市区同样的一个成果，那就表示我们并不是差，而是我们只是缺乏这些设备而已。民工什么改变会好命运，也无感觉反转是万灵丹。阿亮校长甲老师找钱，用着资讯科技，要让囡仔享受有基本教育资源的分配正义。记者综合报道。第二届世界大战期间，有一名日军的回林机回收人员在修理战机的时阵，在驾驶舱下克里老威，竟然是得到当时的新风特工队的这个飞行员写批给伊。战争几啊年、几啊十年了后，这名维修人员嘛写出这段故事，嘛找到这名飞行员，伊出来了。手提着飞行机，日本老作家古川勋想起一次大战担任退休检验训练机的情形。当时伊伫最后一架红杉 A 机上留着话，讲着整修心情，想到却发生后来具体经验。まあ見つかったら忘れるかもわからんけど、まあ最後だからと思ってね。せめてとで刻みつけて、だからまあいたずらといえばいたずらでね。在最后一架红杉 A 机的操作班顶管，古川接到了祝贺的话，二万向顶供应的训练机应带给日本，重生的不稳。这段话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况恶化，连训练机技师古川也被征调到了战场的前线。一封不知名的查甫人的回复也送到了伊的手内底。まもなく特攻出撃します。あなたの一文を発見し、最後のお別れを告げたくなりました。自分も消えます。驚きましたよ。何？あの赤トンボで、どこに行くのかと思ったですね。回馈中并无写到名字，只写到 MK 名字的缩写。文中除了祝福古川的未来以外，也希望在古川未来生命中，还可以将伊记掉呢。这封批一直让古川是记在心内，一直到退休，伊决定去找找回馈人留下来的生命痕迹。この表の中に川平という名前があったんですね。それでひょっとしたらこれ遠征戦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たんですね。两千年，古川为一件相关的册找到了新丰特工队队员的名册，顺线拜访川平城生前所属的部队，熟悉人确定了这位队员就是伊要找人。出任务的时阵只有19岁。当古川将两个人的故事写成册了后，平川的厝内底人也主动联络，带着伊熟悉 MK 先生的成长过程。战后70年，两位唔捌见面的笔友总算见面了。
尽管两个人生前唔捌见面，暗过老作家决定每个提起笔写出 M K 少年，做着无情战争夺去宝贵生命珍贵，亲像 M K 所希望的，永伫古川的生命中接挂地位。记者综合报道。天气部分，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今朝北部地区温度22度到26度，中部地区温度24度到27度，南部地区温度26度到28度。东部地区温度21度到24度，华东部分温度18度到27度。感谢你的收看，我是张志雄，暗时嘛，请大家继续收看《公视暗时新闻》，咱再会。美洲流行选美，阿根廷一年就有200多场选美比赛，让两性平权人士火大。日本濑户内海渔获量逐年锐减，除了气候变迁和滥捕，严格管制废水排放，竟然也是鱼群减少的原因。蒙古共和国人口只有300万，但这两年外资热钱涌入，连汉堡王也进驻乌兰巴托。本周周六周日晚间7点半，全球现场深度周报漫游天下，与您一起探索全世界。比较喜欢他一首歌，是叫做《温暖的秋天》。我现在眼眶都红了，那红的不是因为怀念孟德威，是因为喉汗水一直加厚的眼睛，一直很痛苦。可是李梅树先生他有个好胜的心，他认为说，龙山溪有的物件我一定爱有啦，龙山溪博的我嘛就爱博。Hello， 大家好，我是庄凯勋。我参与过多部的公共电视人剧展以及学生剧展，很感谢公共电视提供一个这么棒的优质平台，可以让创作者以及演员们可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小黄啊，今年有点忙，我拢唔知嘛，我是跟他讲。很高兴今年演出的《回家路上》可以获得金钟奖的肯定，真的深深的感谢公共电视给我这个演出的机会。我觉得公共电视的戏剧啊，可以让人透过不同的故事体验人生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喜怒哀乐，去经历不同的人生。好的戏剧以及节目需要我们共同的支持，请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公视的捐款活动。捐款专线02-2633-9922，02-2633-9922，邮政划拨账号19213335，19213335，谢谢您。真正正确的逃生方法，好冰哦，这车也太斜了吧，几乎是立起来了，倒立了呢，还开不了门吧，水上来了，就比如说他那个车子里面的空间都满满的水，你就憋下去忍一忍就够了，好像不行了，破窗逃生太可怕了，我跟你讲那真的会怕。每周三晚上6点，留言追追追，一二一二一二，下课 follow me follow me go。你喜欢搭火车旅行吗？今天我们要坐着火车到集集县去旅行，发现这个你其实有点熟又不太熟的地方。在台湾的西部海岸有一条优美的海线铁路，你有坐过吗？哎，走了，前面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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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一周哦，晚上6点，请收看下课花路。